一群莫名其妙的人，我只想好好在这里念书，翻什么 Joker 牌给我，还踩坏我的手机，害我在全校人面前出丑。F4，你们这群混蛋！我诅咒你们从明天开始，每个人的手机信号都被外星人拦截，不能打电话，不能发微信，不能玩游戏，永远没办法上网，一辈子没有手机可以用，走在路上踩到自己脚摔个狗吃屎，晚上睡觉梦到没有脸的僵尸，被你们通通吃掉。 鼻毛和头发连在一起分不开，之后呢？你就开心了吗？你也想来整我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整你？你们 F4不是一伙的吗？是，但是我对别人的事没有兴趣。